不做永远的死空头，也不做永远的死多头，做一个聪明的滑头。 A 股生存法则，今日两市整体走出震荡回升反弹的走势，沪指在上证50和沪深300的带动下震荡回升走高，收复2800点，其中券商、银行、保险等权重板块的走强支撑股指明显，特别是早盘中兴通讯在消息刺激下一字板涨停，带动板块集体走强，久违的权重大牌题材唱戏的局面重现，创业板在创50的带动下大幅走高，收复1600点整数关口，两市量能明显放大，显示部分资金有抽底迹象。技术面，我们昨天说到上证50和沪深300昨天收出红十字星，显示市场下探空间已经有限，而且昨日的沪指日线 MACD 是金叉，反弹并未完全走坏，今天就在上证50和沪深300的带动下，沪指重现站上五日线，而且五日线和十日线已经金叉，短线在20日线遇到阻力，但随着20日线的下移阻力会消失，短线我们看到沪指反弹，第一目标在确苦2857点附近，第二目标在五周线阻力2868点附近，创业板短线继续看到1636点缺口一线。板块今天板块继续全线收涨，只是有所分化，而以战略新型产业为主的中小创表现突出，其中五克、通信、半导体、集成电路、芯片等板块涨幅居前，这也是我们近期强调短线抄底的板块。今天两市涨停85家，赚钱效应大增，两市跌停6家，主要还是问题个股。消息面，今天的第一个消息就是商务部网站援引美国的一家媒体，美国政府和中兴达成协议，在交了4亿保证金后将解除制裁。再次消息刺激下，今天中兴通讯开盘一字板涨停，更是带动五个板块整体走强，多只个股涨停。但此后发现商务部网站已将删除这条消息，我专门看了下，确实没有这条消息，中兴通讯也没有发任何公告，所以好要跟踪，至少这个板块不能追了。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参议院通过限制总统的关税权利，这对后续川普在随意动用关税权利有很大的限制，也给毛衣带来一些转机，所以对于目前底部位置的行情起到修复作用。后市策略，中线两成消费股加一成科技股没有变，另外短线布局一成仓位，总仓位四成，接下来暂时仓位不会调整，会适当做下日内低吸高抛动作，如果短线缩量回调整理，考虑加仓至五成仓位。方向中小创整体组合是两成消费加三成科技，板块方面还是之前提到的一个，就是调整到位的绩优蓝筹，一个就是股性活跃的中小创科技股。这里需要和大家唠叨两句的是，目前只能看作是反弹，底部箱体位置会反复，虽然目前位置向下空间不大，但立马走出反转的概率较小，个人倾向于大盘阶段性会以3000点为中轴，3000点下方则股做多，3000点上方注意防守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